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扑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314集的节目。原先我预计1314集呢要放在十周年纪念的特别号码，但是呢已经更新到这个地方了啊，没有办法呢，只能硬着头皮呢把这个号码呢给移动过去了。那今天来给大家做的呢是 Stereo Series 第86号第06款的 Grimlock 这个钢索呢，还有这个 Autobahn Wheeling。你有些翻译成小威力啦，但其实应该是转轮。那它是 Transformers The Movie 1986年大电影系列里头的一个造型。不过这个钢索的这个 G1 的造型是很经典。它的话呢，第一眼拿到的话就觉得，哎，非常像 MP08 啊，是 MP08 不是 MPM08。那么 MP08 的话呢，是我个人强烈推荐的一款变形金刚玩具，甚至我认为它是我手边最好的十个变形金刚当中的其中一个。而这一款这个 Steel Series 86号的钢索呢， L 级的玩具的话呢，可以说是它各种的简化版了啊。首先的话呢，我们来看到它到底哪里被简化了。第一，它的一个眼睛的部分，在 MP08 的眼睛是有红蓝对调，但它并没有啊，这一点是真的是比较可惜的啊。那或许会有一个配件包厂的话，干脆把整个头给做新的啊，看看是能不能够换眼睛的颜色的一个脑袋。再来的话呢，他身上的一个配件的话呢是只有大枪啊，并不像 MP08 是有大剑的啊，大剑也是一个可以发挥的一个配件包啊。那么枪的话呢是没有办法发光的啊，就完全是一把大枪而已。那可以看到这里有个空洞，但这个空洞可能是他全身上下的话呢人形下唯一的一个破绽了啊。它的一个造型可以说是挺扎实挺饱满的啊。那么呢，它的一个身上有一个造型上的缺点，就是这个地方你发现它这个肩膀这个地方是削平的。那削这个平是为什么目的呢？是为了让这个小威力，就是它真正的本次的一个真正配件的这个小威力，它是能够坐在上面，而且它是靠一个凸跟凹的一个结合呢将它给卡在上头的，两侧可以作为一个对调啊。如果你做到这一侧的话呢也是可以的啊，就这样放进去就行了。那么这一款小威力的话呢，当然对于电影的一个重现致敬来讲是有高度的一个加分效果，但是呢就导致说这个地方必须削一个角让它能够坐在钢索的身上，还是做出一个投射弹弓的一形象。身上的涂装可以说是非常的精彩，面部银漆啊，水蓝色的眼睛呢都是一丝不苟的，胸口的博爱标志也是非常的好。那中间这个空洞的话呢，你如果把它当配件包就不要那么生气了啊。但是它的这个膝盖啊，为什么就是不能够多一个关节给我们转动啊？它是永远蹲马步的一个男人啊。那或者是说呢，哎，你可以这个让它做出一个好像很害羞啊，怕被人家看到走光的一个感觉啊，或者是你要这个大便流氓蹲啊什么的，反正 anyway 就是啊，我就觉得蛮可惜的啊。就真的就多个膝盖你是会怎么样，多个膝盖的一个关节你是会很难受是吧，省省就是1亿是吧，两个膝盖就省2亿了啊。所以这个官方还是，我只能说这一点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要这样子啊。那么呢这个钢索身上的话呢，有一点是稍微有点让我欣慰啊，作为一个 L 级的玩具呢，它的一个肩膀啊是有一个齿轮关节的，但是这个齿轮关节好像不是真正的齿轮关节，它是齿轮型的关节，是靠磨的啊。但不管怎么样呢，总算是呢身上是有一点点反馈的一个力量给我们的。那它身上还做工上的话呢，应该说设计上吧，这个地方是一个 C 型的一个这个金色部件是这样咬上去的，但是呢这个关节是比较偏紧啊，像我手上这一款里面的二头肌比较偏紧，你有时候转动的时候呢，你看整个就直接就强迫它变形了啊，这个直接就拆下来了啊，这个锁扣的一个功能性的话是比较弱啊，导致于说在把玩的时候呢，你可能手还是要捏着它啊，这捏住它来做一个转动啊，可能比较安全一点。头部呢是一个球形关节，手臂360度的转动当然是没有问题的，二头肌可以转动啊。手肘的话呢是这个地方啊是有一个往后折的关节，但是这里地方是有一个会有一个从这个地方啊这一块凸啊会卡在这里面，而是会卡住的。那么这边也是一样，如果你伸直它是里面也会卡住，抠出来的话呢这个地方呢就是还是可以看到一个凸，而且它这里是没有过渡的关节，比较可惜。这个空洞啊是它身上唯一的一个空洞啊，手腕是可以转动的啊，这个是 L 级的玩具，这里是理所当然的了。腰身也是可以动的，脚的话呢前后踢啊，膝盖的话呢也是有一点点的齿轮的一个感觉。
那么这个地方的话呢，是有一个松开的一个卡扣啊，松开不用松开也可以达到一个膝盖的一个接地的一个效果。那么可以看到一个背后啊，非常代表性的一个钢索的一个翅膀型啊，然后这个是龙爪的话呢，啊，就看你个人偏好，你想怎么放了啊。那后方有几个这个空洞，但是问题都不算大。这一款的一个重量呢，比我想象中来的轻啊，可能这个 MP8 的这个投入感太强了、啊、导致于觉得说它可能应该要有一定的重量，但其实它比我们想象中来的更轻一点点。那这个胸口里头的博爱标志呢也依然是存在，但是就没有一个联动的一个机关了啊。那现在的话呢，就给大家示范一下这一款 SteelSeries 第86号 Leader Plus Grimlock 的一个变形过程啊。这个地方这个变形啊，跟 MP08 是完全一样的。那我们先来进行腿部的一个变形好了啊。腿的话呢，我们是先把这个脚后跟给翻下去，然后这个部件的话呢，可以往侧边给打开。侧边打开之后的话呢，是从这个地方直接的把它往上翻折上去啊，这个龙头往前放啊，这里直接的往前面给放上去。那放上去的时候啊，这里有个卡扣给松把它扣起来，这个部件就往后推，先到这儿。再来的话呢，我们就把这个内部啊，这个白色这个部件呢是往外抠出来。那往外抠的时候呢，这里是没有打铆钉的，就是这个地方啊，它是靠白色部件去夹住红色部件啊。那这里的话呢，听说了，长得帅的人变形的时候是比较容易喷溅的，像我就喷了两次啊。那就各位就留意一下、啊、这个地方啊，从这里，因为它是没有一个铆钉啊，没有打桩的啊，所以就是比较容易去喷出来啊。听说长得帅的人呢，是变这里的时候呢是比较容易喷溅的啊。那像我就喷了两次啊。好，我们就把这个后面的这个部位做个简单的结合，这里是一样往后靠一点。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就进行胸口，这里很简单，刚提过这个地方，你甚至你往下稍微施点力，它就直接破功了啊。破功之后的话呢，你可以看到这里啊，这里两个尾巴这个地方，干什么你？这个地方啊是形成出一个凸，那就是要把这个扣进这个缺口里头的，从这个地方记得要把它给压进去啊，这样才有一个卡住的一个感觉，这样就对了。再来把这个人形的头给扣进去啊，龙的头给放下来，然后这块部件的话呢，就是沿着这个啊，这里是可以调整的啊，包覆到前方来，到这，然后呢，把它的话呢做一个简单的合并，非常非常简单的一个合并。脚的话呢，就回复它原来的一个龙形态的一个位置，到这。那么它的一个龙的一个这个这里，它也是有一个造型啊，就是弯到这么多。但是在膝盖再弯多一点的话呢，就是会有一个破开的感觉，那没有关系啊，这个部分的话呢，就是看你个人那个喜欢了。那么到这个地方的话，它的变形呢，可以说算是完成了。这一侧比较丑，这里几颗这个螺丝钉啊，翻过来，哎，这一面感觉就比较好看了啊。那么呢，它的一个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的话呢，通常的话是会自动去爆开的。这个时候呢，这个武器的话呢，这里呢刚好是有两个凸。啊，就是弥补这个位置上面容易爆开的一个缺点。那这个地方也是一样，连带都会有一点点小小影响啊。那这个武器的话呢，可以说关键还是挺大的。这里把它给扣上去，这边扣进一侧，另外一侧好了，都扣上去了。这样一来的话呢，它的一个后半部的一个造型呢会更加的稳固，非常的稳固。那在于这个龙形态的话呢，这个站立性来讲的话呢，问题是比较大的。首先的话呢，如果你要让它完全站稳，基本上呢没有问题，因为它后面有一个尾巴。可是呢，它这个地方偏松，它没有向前面支撑的力度，几乎是没有。所以如果你让它站平的话呢，也不是不行，这都可以。但是在一个重心的把握上的话呢，有一些就是特殊的一个角度就是做不出来。那你又不要刚好要做到站一半的这个角度，它一定会往后倒啊。我试过非常多次了啊，作为一个就是平衡感大师的话呢，就连我都做不到啊，可能就是非常困难了。那么它的一个主要是这个地方是松了，那它的脚的话可以往外开，往前后动当然是没有问题。那它的一个手的话呢，值得庆幸的是呢，它的这个地方呢多了一个关节在这里，但是啊，它的这个地方啊，球关啊，非常的
不怎么油，就稍微转一下容易就转出来。当然我玩的时候它是，我是故意有把它转出来的，平常把玩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它是不会掉的，但是它往外的一个幅度非常有限，然后会怎么样，你做不出钢索两手叉腰的那个动作啊，就是龙形态下那个一副这种要教训人的那个两手叉腰的一个样子，就是啊这个动作你做不出来啊，就做不出来，非常非常非常可惜。我一直觉得啊，钢索就是要能够做出那个动作啊，就是才是最可爱的。特别是这个龙形啊，在 G1 的第三季之后啊，钢索已经很少变成人形啊，几乎都是以恐龙的形态呢跟这个队伍里头的人员啊做一个互动，而且在龙形态下它还是可以讲人话的哈、啊。就这么回事吧啊。那么这一款玩具的话呢，就对了，这个示范一下，这个小威力呢转轮在这个龙形态下的话呢，是要扣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是有一个缺口的啊，就把它两腿要开到很开啊，然后呢从这个地方啊把它给扣进去，要打得很开啊，把它给扣进去，然后另外一侧的也是一样的啊，这里。好，两侧都给卡进去之后呢，就会非常的稳固，基本上是不会掉了啊。那么呢，这个也是呢盒子的一个上方，盒子的一个侧边的话呢，所提供给我们的一个插图的一个形状了。那么这个是很稳固了，是不会掉的。那恐龙的嘴巴里头啊，一样是有一个凸起物，所以呢，做出喷火特件来讲的话呢，喷火特效件来说的话呢，应该也是一个，就是一些配件包厂的话呢，也是一个要特别特别特别赶紧把握时间推出的一个地方了。头尾是可以转，但是转动的时候呢，这个是不会有后面的这个联动的啊，这个尾巴是不会跟着转的。然后呢，这个龙头啊，这个龙头如果要拔起来然后换眼睛的颜色，恐怕是这个配件包的代价太大了。这样讲了这么多，改起来你干脆直接买个 MP08 就好了，还买干嘛买一个就美版的一个正版的一个玩具，然后你买配件包把它改成盗版，那不是很奇怪吗？这个也是我现在不太喜欢做配件包的一个原因啊，就是好好的正版你为什么要花钱把它变成盗版，这个 OK， 而且又价格来讲 CP 值来讲的话，个人觉得各种的一个不恰当了啊。好吧，那今天的话呢，就跟各位呢一同来跨过我们节目的1314这一集的节目，谢谢各位这一集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